那什么？像在变化，比如说我如果要把三的倍数全部加在一起，所以三六九，然后十二有没有能够被三整除的，帮我全部累加？这一题怎么做 ？OK， 好、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有时候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想，不过想出来就你的东西，好、哦，你不要一次就是说，因为你没有思考过哈、哦，你也没有动手过，这东西不实在。好，你只要会以后变化就好了。OK， 那怎么做哦？不过刚，这个哈、哦、有同学蛮 OK 的，因为哈、哦、这个如果你要修改对不对哈、哦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怎么拿其中一个，假设这一个，你可以把它复制，再贴上之后的话，改一个名称，比如说一加到99，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三的倍数好了，或者什么的名称，复制贴好，然后加一个三的倍数。之类的 ，OK， 好，那按 OK 之后的话，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副本了，这个有点像复制它，产生另外一个副本贴上。那你修改的话，你就修改新的这个副本，那你可以留下旧的，否则的话，有时候你一直改一直改，改到最后其实有好多个版本，但最后只剩最后那个版本，那你就看不出那些变化了。OK， 比如像刚刚我们做一加到99，其实就第一个。啊，第二个，如果你改了变奇数的，哇，那旧的不见了，而且奇数还有两个版本，那怎么办？你可能就没办法看到那个变化差异的地方。OK， 所以简单的方法，记得哦，可以复制，再贴回去，然后改一个名称，啊，你就把它打开。所以以后练习哦，也许我不是每个地方都会这样做，但是如果你多练习的话，你就自己多复制多贴。那再来的话，如果我要什么，把它三的倍数，三的倍数怎么做？所以第一个、哦、step 这个就不用了，因为我要一加一到99 ，OK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好像跟这个有点关系，有没有？如果什么呢？如果它能够被三整除的话，那刚刚的话呢，是这个 continue 是跳过，可是我不是跳过哦，我要把它加起来，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就不是 continue 把它拿掉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注意哦。当然你这个地方、哦、你想说那我把它往上一层，可是特别注意哦，请你一定要把这个怎么样说里面去，意思就是说当它能够被三整除的时候我才去做这件事情。 OK、哦、我把它加起来嘛，所以第一个一定是三嘛，三能不能三 OK， 所以三加、如果你看不习惯的话、哦、那这个 我想反正你慢慢以后、哦、看自己习惯就好了、哦、我写成这样刚刚一样 OK、哦啊、不过特别注意、哦、如果你以后是写像 VBA 的话， VBA 只支援这个写法，不支援刚刚那个写法 OK、哦、所以如果你要写 VBA 的话，这个写法 OK， 但是刚刚另外精简的写法不 OK、哦、所以像我的，因为常两种语言都经常在使用，所以我干脆就写一种、哦、两边都相通的，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写错OK 哈，所以，然后呢，这个应该可以看懂嘛？如果是三就加总，如果不是三的话，它就怎么跳过？所以理论上全部加总在一起的话，执行看看，三的加总结果应该会是1683，哦，应该是没错了。OK 哈，理论程式如果没有错啊，再来你就验证一下吧。OK， 怎么验证呢？也许你就拿 Excel 来验证不就好了？Excel 里面有个上盘数吧 ，OK， 你也可以拿 Excel 来验证一下，看结果不 OK， 因为 Excel 的话哦，相对起来还是比较看得到的，哦，所以有时候你写程式哦，假如说你对那个程式比较有障碍的话，那也许你就怎么样，可以把那个我们那电脑都 Excel， 那 Excel 的话你要怎么验证？很简单嘛，我 Excel 里面有 VBA， 我也蛮推荐各位哈、哦，可以就是在这个里面写，因为 VBA 毕竟哈、哦、有个好处啦，毕竟它。比较也是看得到的，因为 Excel 里面的话啊，当然这个地方如果你要验证的话，你就把这边三六嘛哈，然后把这个一直加，帮它累加嘛，你就三六一直往下到多少？到99，然后你再把它累加在一起，这是到100，到99，然后你把它怎么样？再用那个加总嘛 ，sum 一下，打个勾，结果会不会一模一样了？1683，一模一样，不过在 Excel 加总你应该会啦，可是，在 Python 里面。另外的写法啊 ，Excel 的好处是你可以用滑鼠键盘操作，但是 Python 没有办法用滑鼠键盘，你要自己写出来。OK 哦，所以差异点在这里。
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哈，哎，请各位再想一下，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的第变化题哈，这边有一个74、75、76。假如说我今天想要输出这样的结果的话，比如说1.1、1.2一直到2.0的话，哎，请你想想看，回圈该怎么写？哎，1.1到2.0，哎，那跑几次？跑10次嘛。所以你要有个 range 给他，但这个 range 呢，会产生一个 i 的值。那 i 的值，你要能够跟那个什么有点关系，跟那个，诶，它的小数点有点关系。每跑一个加多增加 0.1， 再输出，哎，这样要怎么做哈？啊，请各位试一下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刚刚主要第一个哈，就是试着写写看啊，能够被3整除3的倍数啊。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。如果你担心你每一次写的没有存到档的话，你可以用右键复制，或者 Ctrl+C、Ctrl+V 也可以，啊，然后建一个副本，再从那个副本去做修改，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把那个副本的名称也许叫做3的倍数吧，啊，然后试着写写看能不能写出3的倍数，啊，并且思考一下一个变化题 ,1.1 加到2.0、啊，那我们中间哈也下课休息一下好了哈，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变化题如何写，啊，你也不用，反正变化题啊没有标准答案啦，我们讲过了，反正你想得出来都是好方法，当然也许你刚开始不一定写得很精简，但至少是你想出来的，OK， 试试看哦。